Hi, 我是吴祖云，中文名，英文名叫 Ng， 不是 Joe Ng， Joe Ng， 英文名叫 Joe Ng。 你是澳门人？我是澳门住了差不多20年了。是1978年。由哪里去做澳门？由广东新会。系移民去澳门。喺澳门，当时读书啊，定系做嘢？唔系，一到澳门都系做嗰啲饮食店。边类饮食店？喺个澳门啲葡国餐厅啊、酒楼啊，都做咗好多年。后屘又转入去澳门文华东方酒店做西餐，做埋葡国餐啊咁啊。你做咁多年葡國餐，葡國餐有咩特色啊？葡國餐啊，好多特色嘅，個特別特色咧喺汁水嗰方面咯。個汁水又打個汁水咧又複雜啲，同埋好講究嘅汁水。譬如個葡國汁、葡國雞汁咧，又要用十幾種材料打嘅，啲香料啊、香草啊打埋一齊嘅，咁樣。有冇特別啲嘅即係葡國啲香料啊？葡国餐多数用嗰个干葱、蒜头啊、洋葱啊，同埋咖喱粉啊、黄姜粉啊咁啊。有代表性嘅葡国菜有啲乜嘢？有代表性葡国菜啊，澳门红腰豆炆猪手，即系同埋泼酒炆牛胸肉，炆泼酒牛嘅嘢咁。牛尾啊，咁好多種特色菜。同埋馬介休啊，海鮮方面屬於馬介休都一樣馬介休啊，整好多種個菜式。特別馬介休咧，葡國人引入澳門煮嘅個菜式。我師傅咧可以煮一種馬介休成70多種菜式。你嘅拿手嘅。